恭迎帝姬落轿。我叫月舞，我娘是执掌妖族的青丘女君，我爹是统御六界的凌霄先帝，我呢就是四海八荒最尊贵的帝姬。今日乃是我与龙族太子的大婚之日，但是其实都快过去了，那混小子怎么还不出现？人间那个凡女病重，殿下扔了喜服就跑去了人间。大婚当是封本宫鸽子，敖爵你好得很。是敖爵那小畜生之错，等他回来本王一定好生教训他，今日大喜还请帝姬恕罪。大喜之日，新郎却连个面都不露，看来还是这挑的吉日不够合。诸神见证，是他敖爵逃婚赴义在先，今日婚礼作罢，全当请各位看了场笑话。帝姬不可。怎么，只说你的好儿子犯错，不许本宫赏他一耳光？你莫不是想让本宫嫁来与敖爵那凡间的小情人共侍一夫？哼，搞清楚，是你们龙族求着本宫下嫁，这会儿又想在本宫头上踩一脚。天地之大，总有人给脸不要脸。